さぞ。下个月画展就要开始了，准备好你的画稿，你就可以去休假了。我是不是见过你？别跟我套近乎，我才不认识你这样的坏人呢！非法囚禁艺术家，去！风烈去哪儿了？我不告诉你，你别靠近我，你别靠近我，你再过来我拿超能力吓死你！停！奇怪，怎么使不出来了？能不能别做傻事？我不会为难你，你只要告诉我方烈去哪儿了。方总，方总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位是？柴姐，我回来了。柴姐，柴姐，别喊了。这里我已经全包了，你只需要扶我一个人就好。柴小七啊，柴小七，人家大金主亲自请你留下，你怎么能拒绝呢？赶紧回去。可是柴姐，我不是已经下班了吗？你什么意思呀？不能加班吗？怎么这么自私呢？不能为别人考虑一下吗？为我考虑一下吗？为这个店考虑一下？难道你非要去见那个大？我加班，我加，我加，怎么加班都行，加班使我快乐，加班使我愉快，我热爱加班，耶耶。这位顾客，所有菜品都在上面，请您过目。不用了，把你今天送去酒店的餐全部都给我上一遍。厨房。嗯，他们都已经被我遣散了。这样吧，你自己做，顺便再给你自己做一份，等吃饱了就带我去见方烈，就是今天你放走的那个人。不好意思啊，本餐厅没有外包项目，而且本人我呢只会送外卖，不会做外卖。如果你不满意的话，您就去别家。老板娘，我做。做外卖谁不会？你等着，我给你做外卖。做外卖使我快乐。我脸上尖上，简直跟金克拉的石头一样，又硬又臭。等着，马上就来。这是什么呀？哎呦！哎，切！哎呦，地球上的东西太奇怪了。小布，小布，你快帮我查一下资料。这，小布，我不就是给你倒了点酒吗？你至于不说话吗？那算了，我自己想办法。然后再加，加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在做饭。拿灭火器过来。灭火器长什么样子？是猪吗？啊！
不要过来！真的，你现在荷尔蒙太刺激人了，我感觉我好像要死机了。你能说人话吗？身上没有好好找啊，人要相信自己，我只找谢浩奇，绝对不乱摸。透露些什么？那天光看他身材缺，这么看起来脸也不错，眼睛亮亮的，像大几颗星球的极光，鼻子挺挺的，像诺赫兰的雪山，嘴巴像什么呢？回答我。痛！不许说谎呀，不然我立即报警。我没偷东西，我是过来找我信号器的。说谎先动点脑子，我这里怎么会有你的东西啊？说了你也不信，不然怎么办？受伤，拖给你送。想自己出来，还是我把你给抓出来？这两个是不同的性质。给你3秒钟的时间。一，果然是你。说吧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来呢，主要是有3件事情。第一件，把我的信号器还给我。又是信号器？那到底是什么东西？用你们地球话来说，它应该是一个闪光的小芯片。没见过。怎么可能呢？你再好好想想。我说，有时候你用这种接近人的办法，能不能想高级一点啊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早知道车祸那天我就不救你了，现在家也回不去了，还救了个白眼狼，白眼狼。
我送你去医院。起来，起来。既然想要实现可笑的梦想，就要付出足够的代价。你在啊？方林，不许走！方林，不许走！不许走！方林，你没完呢！那可没有，没有，没检查呢，你让我检查一下。就过了一个晚上，你就这么想接近方丽吗？你到底是想帮他还是想害他？果然，只要他碰到我，我的超能力就使不出来了。回答我，我要找的人是你。找我？你有没有一种跟我是同类的感觉？我跟你同类？我想了很多种可能性，要么你就是我们开普敦星球派来地球的间谍。要么，你肯定跟信号器有关，才会有这么多奇怪的特质。哪个？你想听实话吗？那你给我听好，我对你只有一种神经病的感觉。你总是活在自己的世界，说一些谁都听不懂的话。你不是说自己是外星人吗？那你赶紧回你的外星去，我们地球不欢迎你。小七，谁啊？谁在喊我？哎，你来的正好啊！外卖我给你保护的好好的。啊，我手弄得有点脏了，你自己拿吧，记得给个五星好评啊。上来，我送你去医院。这个家伙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坏。上来，抽风的脑袋又在想什么？不用去医院，我又没有受伤，伤的是那辆车还有那些外卖了。外卖员距您还有0米。这么笨手笨脚的，不就送个外卖吗？不是，那真的只是个意外，我保证下次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不用了，我已经终止订餐了。为什么呀？这不还有15分钟才超时吗？你觉得15分钟内可以把这些外卖送到我们公司吗？当然了，要不是因为这小破车，我送这些东西绰绰有余，好不好？你不觉得你现在应该清洗吗？你这个样子太丢人了。丢人总比丢了工作好。过来。方总，我还有工作没有做，我还要去送外卖啊！想保住工作的话，就给我乖乖听话，不许反抗，也不许顶撞。方总，您需要什么衣服，尽管跟我们说。不是我，是他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从下水道上来，味道有点重，我先走了。哎呦，方总。还有这件，好。还有这件，好的。还有这件，好的。还有，最近的浴室在哪里？都什么时候了还洗澡？我还送外卖，方总，让我送外卖吧。在哪里？请跟我来。
方总，这是我们商场员工的公寓，不会有人打扰你们的。方总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嗯。哎，等等等等，那几件衣服要换成加小码的，裙子那儿要加个扣子，白衣服可以留下。可是您还没有试啊。按他说的做。好的。方总，要不我去帮帮他们？我去帮帮他们。你还想逃啊？我看你是敬酒不吃。方老板啊，我就剩五分钟的时间了，你就算对我的迟到晚看一面的话，那系统也会记录的。你能不能闭嘴？是忘了水沟里的臭水了吗？我过来。真的来不及了，我求你，赶紧给我洗干净。抱歉，你想对我做什么？刚才你一直都在这里吗？当然了。怎么可能？不要转移话题，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想对我欲心不管？我跟你解释不清楚，我累了，回去了。等等，你偷看我洗澡啊？你想这么算了吗？难道你来我家那一次，你就没有偷看过我洗澡吗？我又不是故意的，偷看的又能怎么样？这不一样。那你想怎样？你继续我们的午餐计划，我就不跟你追究。哎，等等，到底答不答应？你给我听好了，今天的事不许对外透露半个字。楼下的车我给你了，就算是赔礼。开那辆车送外卖吧。车钥匙忘还了。啊！范郎，范郎，你坚持住！范郎，范郎，范郎，他怎么了？怎么这么烫？是我的幻觉。这是你的幻觉？你不是生病了吗？这当然是你的幻觉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当然知道了，要不然以地球的引力，我们怎么可能飞得上来嘛？哎，你看那底下是人，还有马路，还有汽车吗？我是说。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的幻觉？因为这也是我的幻觉啊。幻觉？对啊，就允许你有幻觉，不允许我有幻觉啊。你干嘛？在这种时候不要乱来！喂！我要验证一下你是不是在说谎。啊？虽然暂时回不了母星，
可是能在这样美好的夜晚欣赏一个美好的雄性也是一件美事。不要对着我睡，转过去。你不对着我睡，怎么知道我对着你睡啊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赶紧回去？信信信，就你这臭脾气，难怪生个病都没人来陪你。你不是人吗？我当然不是人了，你不是见识过了吗？我是一个有幻觉的外星人。哎，要不我给你看看我的幻觉世界吧。你能做到吗？当然了，我给你看看我幻觉里面的星空吧。幻觉里的星空。是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地球上就你能看到，但是比起生活带给你的困扰，让你觉得自己是个病人，你去尝试的接受它不是更好吗？生活都这么无聊了，有时候啊，你需要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这些我们不是在做梦？你就当是个梦吧，你在我的梦中也是一颗星星。有的时候星星特别温暖，有的时候这颗星星又特别的飘忽不定。对不起，我说过不是让你床的。对，谢谢你。嗯，你的幻觉真的很美，我会尝试接受我的病情。晚安。晚安。住院的原因是因为我过敏，跟他完全没有关系。谁让你把记者找过来的？我，你知道如果今天我没来的话，你会被骂得多惨。你就不能动动脑子吗？就不能好好照顾自己吗？可你不是来了吗？
你知不知道我昨天一直在等你？我以为你又讨厌我了，我以为你真的不愿意帮我了。你们地球人为什么这么奇怪？为什么总是要骗我呢？你一会儿又让我开心，一会儿又让我失望。我一会儿又担心你会出事，我一会儿又会担心你会被毒死。你为什么总是要去影响我？为什么你总是要影响我呢？遇见你，只想让过去都归零，每天都是真心情，只会关于我和你。我真的好想哭，可是我又好像没有这种功能。对不起。谢谢你。啊，终于结束了！他这样肯定能一觉睡到天亮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哎呦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你个小骗子，说自己是宇宙黑洞，还不是我，我才是地表最强的方狼。好，我才是地表。好好，出租车。我才是地表最强。你最强，你最强。出租车。是吧？不要走好不好？把你的胳膊，把你的胳膊带到医院。这只是个噩梦，方狼。方狼。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，没关系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如果这次方烈的作品再不过关，我就还碰瓷，还装生病，非得把菲尔娜留下，我就不信了。你身体真的没事吗？没事儿，我都计量好单位的，根本不用怕，厉害吧？你刚才这么做到底是为了方丽还是为了我？有什么区别吗？如果你为了方丽，你就是个笨蛋；如果你是为了我，你就是个傻缺。这两个词儿不都是用来骂人的吗？对啊，我现在不只想骂你，我还想打你呢。别趁机打人嘛！你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吗？你不是想装病吗？哎，做戏做全套的吗？别生气嘛，我说过了，我会帮你解决问题的。你看，一个人走路多难啊！不管是生病啊，还是工作，我们都可以尝试着去依赖另外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依赖你啊。我走了，不要走，不要扔下我一个人。不要走，天池啊，爸爸，坐过来。这里还挺宽敞的哈。你给我听好了，同样的话我不会再说第二遍。做我女朋友吧。你说什么？同样的话我不喜欢说第二遍，我给你时间想想。救命啊，有没有人啊？什么？停车。哦。
去干什么啊？知道有多危险吗？过马路的时候要看信号灯，不要冒冒失失的往前闯，也不要怕。你有在听吗？跟我来。刚才说的话你听到了吗？小七。啊。我说过马路的时候要看信号灯，不要冒冒失失的往前闯，也不要怕，遇到问题找旁边的人求救就行了，听懂了吗？我记住了。你就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？没有啊，你怎么会来这儿？我是刚好经过这里，有个生意要谈。啊，那行，我还有事儿，你先忙，我先走了。别！是什么？送你的。啊！今天你有空吗？没空啊。怎么了？没事。你等会儿。怎么样啊？你爸还反对我吗？没事了。周阿姨有为难你吗？没有啊，我就照你说的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怎么出来了？不带我去见你爸了？我爸他不想承认你。不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他不想我们公布关系。哦，以后我只能秘密交往了。没关系啊，反正我们本来又不是真的，不公开不是更好吗？哎呀，走了走了。路都不会走的蠢女人。放我下来，放我下来。别动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既然你已经答应做我的女朋友了，从今天开始你只需要闭嘴，乖乖听我说话，懂吗？知道了。不准可到我们之间有暧昧在发酵，荷尔蒙分泌吧，是甜蜜的讯号，想在你的爱里刻下我的坐标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，还好没被发现。可也不能一直放在他那儿吧，万一他发现了怎么办啊？我还是得拿回来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怀疑你的。我也对不起，是我自己不该逃跑的，我也不该去科研部看那颗蓝宝石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没事了，画展要开始了，我们下去吧。嗯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里多安静啊！你就在这陪陪我们好不好？嗯，就陪陪我一小会儿就好，好不好嘛？
你最好了，风冷冷，风冷。哇塞，我怎么感觉你的胸肌又变大了？哇，太棒了！我感觉你的胸肌比我的都大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就再让我感受一下嘛，就一下就好了。这个也很棒。你还有没有羞耻心啊？我有，我让你摸一下，不会有人发现的。你看这里又没有人，摸一下。方总，花姐，你快开始了。你先出去吧，待会儿我就过去。是，方总，你继续，我呢什么都看不见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等一下。啊？我们可以出去了。啊！等一下，方总。小七，方总，我好热，我真的，你不热吗？天怎么就这么热呢？来，我帮你把外套脱了啊！等，脱了。好热，真的好热！天太热了，对身体不好，一扒就好了。对，这只手，哎，董事长那边。哎呀，你快点，就一下就出来了。那边，方总，你们那边，你能不能矜持一点？啊，那个方总，什么不着急？我先应付董事长，你们不着急啊？一点也不用着急啊，对。对，不是，很重要，出来。你真以为我不敢对你怎么样吗？你要干什么？有什么事就说吧。最近我好像是被那个火灾给吓到了，然后经常会出现一些幻想。什么幻想？我在幻想在很多很多年以后，我们地球人科技就会变得特别的发达，然后大家就可以自由自在的去宇宙飞行。本来我就是一个渺小的普通人，能力差又没有钱，在自己的星球上一点地位都没有。可是有一次我到了另一颗星球上，突然就变成一个有超能力的外星人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爱上了这颗星球。它好大呀，好多的美食，非常好看的景色，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星球上没有的东西。最重要的是，这里面的人都对我特别好，他们帮助我，温暖我，还救我，让我知道了什么是温暖。你该不会是不想回去了吧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原本以为我想留在这里，可当我知道我真的被抛弃了，永远也回不去的时候，我是真的会感到害怕。你害怕什么？在一颗不属于自己的星球上，我永远都是一个异类，我永远都是孤独的一个人。那谁跟你说他们就是同类呢？即使是生在同一个星球的人，同一个城市，甚至是同一个家庭，他们也都是各自不同的。有的人看似表面风光，但背地里却是用尽手段做出一些连自己都觉得不耻的事。而有的人看似很开心，但实际上却是孤独的。还有些人看上去什么都有了，但是什么都抓不住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真的吗？就算你是个特别的人，你也是很多艺人中的其中一个。每个人都是在孤独和害怕中生活的，所以你只要把自己当作是一个稍微不同的人，不就行了吗？对啊，稍微不同的人，
喝酒。没事吧？没，好难喝。你看那颗星星，就在那儿。那颗星星啊，上面所有的星星都是彩色的，还有那颗，在那儿呢。看到了吗？就那儿。那颗星星上面，所有的星星都会像流星一样。啊，我好想去那儿，可是一直都没有去成。还有呢？还有那颗，那颗每天都会在凌晨的时候发出特别大的白色的光。每次他们都想带我去，可是每次都没去成。嗯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爱到你了吗？没有啊。蓝宝石的项目调查的怎么样了？不知道。嗯，那你觉不觉得他可能有别的主人啊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就是有没有可能，这个东西它看起来呢是属于你的，但其实呢，它是属于别人的。是吗？所以你是想让我放手，让我把自己的东西让给别人，对吗？嗯。你还想说，其实有些人留在我身边，但他的心也不属于我，对吗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，你明白了就好。你就这么喜欢方恋吗？这跟方恋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是我的女朋友，你为了别人而受伤，你为了他留在我身边，现在甚至叫我把你让给别人，你觉得我有这么大度吗？我不是。你给我听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准你看着他，也不准你对他笑，更不准你喜欢他。你是我女朋友，你只能看着我一个人。把这个交给你们经理，把你们今晚所有的模特活动全部取消，无论男女，后果我来负责。好的，行了。哎呀，这里灯光这么暗，没有人会认出你。我们呢，就当正常情侣一样，好好放松一下。我们喝着美酒，看着帅哥，多爽啊！你觉得正常情侣会来看这种东西吗？模特表演到了，马上就要到了。他们的身材超正的，跟你一样，我差点就把他们认成你了。各位来宾，很抱歉，今天我们的走秀节目暂时取消。为表歉意，我们每周都会赠送一份果盘，希望大家谅解，谢谢。啊？怎么可以取消呢？怎么取消了嘛？走吧。不行，他们不表演，我来表演。哎，哎。你要干嘛？大家好，我有一个男朋友，他是个地球人。我们能成为情侣呢，也只是一个偶然。或许有一天我会离开他，也或许有一天他会忘记我。但至少现在呢，我们还好好的在一起，所以我想要治愈他，帮他。接下来我想为他唱一首歌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在梦中》。
向外太空，坠入粉色梦中，你微笑的瞳孔闪烁，像流星划过天空，照亮我的梦。在梦中不想醒来，醒来怕你不在，每一秒都存在，不舍得离开。在空中不想下来，下来怕你抛开，每一刻都醒来，不舍得离开。每一秒都存在，不舍得离开。在空中不想下来，下来怕你抛开，每一刻都深爱，不舍得离开。我飞向外太空，坠入粉色梦中，在梦中不想醒来，醒来怕你不在，每一秒都存在，不舍得离开。在空中不想下来，下来怕你抛开，每一刻都深爱，不舍得离开。我飞向外太空，坠入粉色梦中。你不冷吗？冷。把手给我。你怎么回来啊？不是，你怎么回来找我呀？这里又冷又偏的。因为就是该死的担心你。为什么不好好照顾你自己？我都把你让给他了，为什么你还不让我死心？为什么总是犯错？为什么每一刻都不让我放下心？就好像一根刺一样，扎得我心里好疼好疼。扎得我很难受，扎得我透不过气来。信号器怎么，它不是毁了吗？怎么会在这儿呢？你在说什么？会冻伤的，我去帮你找方冷吧。不要，不行，不要找他们，我这样会吓到他们。我爱过今天晚上就好了。
会是？别碰我，别碰我，我不要向一个人待着。怎么冻成这样？别碰我！我带你去医院。我不能去医院，别带我去。去医院没用，我这个样子是先天的。先天的？我，你带我去一个没有人找得到我的地方，我不想吓到别人。方总，房间暖气已经开了，这是您要的厚衣服。你替我给他换上吧。好。别让别人碰我，要不然我会更严重的。别怕，这里很安全的。你先出去吧。好的。如果你不想说，我可以不问。我的皮肤跟别人不一样，一旦跟别人接触上了，就会出现这样的反应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方丽她，那我呢？为什么我没事啊？我也不知道。虽然你的名字里带一个冷字，但对我而言，就算这满屋子都开满暖气，我还是觉得你暖和。可能你这里有对我很重要的东西吧。以前要下雨的时候，我总是会觉得是老天给我的诅咒，但这次不一样，我反而觉得下雨是一个礼物。等雨停了之后，我们好好的。你进来干什么？别怕，我只是想让你受点刺激，让你心跳加速而已。这可是男厕，还有什么？乖，张嘴，这别再胡闹了，快点跟我出去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不管我要什么你都给。算我求你，你再帮我一次。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，马上给我出去。哼哼哼哼，没路了吧？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先去了吗？你给我吃了什么？有效果吗？
让我看看有没有心跳加速，加速了吗？啊！我没事了，先走了。站住！你以为一只宠物就能糊弄我吗？原来你都发现了呀？那你没有看见我是怎么进来的，或者说发现什么其他奇怪的地方？别装了，你是趁我不在的时候偷溜进来的。我真没想到你连一只宠物都能利用。我都说了那只是意外，要不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，我会在你约会的时候跑进来吗？我倒是想问你呢，你没有我的钥匙你怎么进我家的？你到底用的什么手段，打算纠缠我到什么时候？谁纠缠你了？我要是想纠缠你，我直接把你绑起来扔床上直接动手不就好了吗？我至于这么麻烦吗？反正我不会再来找你了，我走了。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吗？你干嘛呢？放开我！你不就想要这样吗？我成全你。不要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！我以后再也不会让你看见我。你别这样，你别这样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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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错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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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错了。你们先上，先上，先上。好香，好香！你们去哪？进来。为什么这么躲着我？刚刚电梯人太多了。那你现在可以靠过来了吗？我很可怕吗？没有啊。那昨天在江雪面前，你为什么不拿出平时对我的样子来？我倒是想了。还不是怕别人知道你的事情。我不要你担心我，我真的很想跟你保持距离。每一个我分手的女人，只要她们得到她们想要的，就可以好聚好散。但为什么你不一样？为什么每次我靠近你，我就简直像个病人一样？我靠近你，我才生病。少块肉吗？我是绝对不会喜欢上你这种女人的。我今天就从你的眼睛里看到我们所有的过去，所有好的、不好的，我都想知道。
今我就控制不了我自己。会掉下去的，你快点想办法出去。方总，我们被困在电梯里了，马上找出原因。技术人员正在检测，您再坚持一下，我马上就好。你有电梯恐惧症吗？别这样，小七！求你了，我就是个灾星，我会害死你的。就算你是我的灾星，那我就是你的福星。我不会死，你也不会死的，小七。你把我害成这个样子，医生交代都没有，你觉得我会让你走吗？我不都把医药费赔给你了吗？你还想怎么？我说的不是这次，是以前。以前怎么了？你纠缠我，骗我，让我误会愧疚。我明知道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接近你，但我还是一次次上你的当，我甚至对你动心。我又不是故意的，谁知道你动心就会觊觎啊。我要你对我负责。负什么责？我告诉你啊，要钱没有要命一条，反正我是不会把剩下钱给你的。那你就把你自己赔给我。你别过来，干嘛呀？是不碰瓷儿。你知道我一直在等你吗？你知道我担心你会走，我担心我的家人会为难你，我连昨天昏迷的时候我都梦见你在，你大喊的说你喜欢我。你为什么不肯看着我？你看着我了，你跟我说你从一开始就是假的，你跟我说你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，你说我不喜欢你，我从一开始就是假的，我故意靠近你，故意勾引你，就是为了从你身上拿走我的东西。可是现在我唯一的东西都被你毁了，我讨厌你，我不想看见你，行了吧？那如果我说我喜欢你呢？就算我知道你是为了利用我，我还是喜欢你，小七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不是一直讨厌我吗？
我待一会儿就好。我是想问你，没事吧？别人第一时间都是问起公司，你还是第一个问我怎么样的。不是，我是怕你心脏出问题。你那个，你之前我那个心，你心脏。盘旋宇宙尽头，再遇见你以后，足够证明所有。这茫茫人海，有心在你世界漫游，还能有什么奢求？剩下变化深秋。小静，你怎么了？不要！小静，我在这里。你的手怎么样？要不要？我没事。都是你。你怎么样了？他有没有对你做什么？糟了，糟了。我的脸，啊！我的脸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有没有镜子？镜子，来。还好没留下刀疤。你说他用刀划你了？没有，他就是拿手碰到了我的脸，所以没有伤痕。他居然敢碰你，赶紧洗掉。不也像个老太婆吗？当然了，我会陪着你一起变老的。星星这么好看吗？这里灯光太耀眼了，把星星都淹没了。那我们回去吧，风这么大，我可不想你在我失忆的时候生病。你也知道我这种个性是不会去照顾陌生人的。怎么办？
好想拥有你的特异功能。特异功能？你不会是想忘记我吧？嗯？我现在心情好复杂啊，不想了，天气是有点冷，我们回去吧。不知道上次失忆的事情伤害了你，没能记住。可就算我们都忘记了对方，最后还是会在一起的。你看天上的星星，每一颗星星都有它自己的轨道。我相信你身上的质量和引力，会千千万万次的指引你来到我的身边。所以别想那么多了。可是有些星星一旦脱离了轨道，它就会变成宇宙碎片。如果我在地球上消失了，我可能会从这个宇宙上也消失吧。你说你这个小脑袋整天都在想什么？别说对不起的是我，我不该带你看这么伤感的电影，我也不该这么着急让你面对我们之间的问题。可是有些问题确实去该面对，我也不愿意去想那些事情，但是我害怕我会失去你，我害怕以后你不在我身边，我害怕。你怎么对自己这么没有自信啊？说不定有一天我忘记你了，当我再看到你的时候，我会对你一见钟情，欲罢不能啊。你才不会。笑一个，笑一个。你知不知道你笑的时候最好看？不要再有任何害怕了。嗯。我还有一件贪心的事情，我想要我们的记忆。你可不可以把记忆库的钥匙给我？这反正都是我们之间的回忆，起码你可以在我失忆的时候让他们帮我想起你。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懂得什么是爱。怎么会在这里？你身上的味道
你喜欢我吗？嗯，喜欢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受伤了，我想把你带到飞船上疗养。我当时就在琢磨，你最好是个单身，这样我就可以把你带回家了。不过，你要是有喜欢的人的话，我可能会很伤心。不过我还是会喜欢你的。很好。好什么好啊！这个荷尔蒙香水简直是省去力气，你的老底儿都要被掏干净了。他是不是在说话？对啊，他在威胁。你可以介绍他一下吗？他叫小布，是我的私人秘书，是我们星球上的人工智能。不过到了地球，就是只普通的乌龟。完了，我也暴露了，都是你这个讨厌的人类。那你以后也会变成普通的地球人吗？我没有以后了。怎么回事？学一下这个，学一下吗？学一下吗？学。你笑一下呗，笑一下吗？休息下，三秒钟之后。来。三。三。二。一。一。哎，你们这是请我们吃饭还是请我们吃狗粮啊？都吃饱了，我都想吐。啊，别，咱们干一个，干一个。来，你干嘛啊？我代表你发一个朋友圈。刚才那个照片发朋友圈了。666。手动点赞。我的礼物呢？你的礼物在上面，我给你拿。干嘛？你就是我的礼物。不是，以后我就给你拿下来。真希望每天早上一醒来都可以看见你。我也是。飞船是不是快来了？我想了一个晚上，我可以不回去。不可以。你能顺利回去是好事。饿了吗？我给你准备好喝的。不要。不行。跟我走好不好？我特别乖，让我干嘛就干嘛，让我吃什么就吃什么。真的吗？嗯。那你去冰箱里拿牛奶过来。
如果飞船来了，会是什么情况？可能会先起风，然后飞船就出现了吧。走吧。不要赶我走，我以后不用超能力，说不定可以撑下去。就算我救得了你，也不可以把你留下来。为什么呀？你不喜欢我吗？傻瓜，我怎么会不喜欢你呢？有一句古诗说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可你一直待在这里，往天空看的时候，你仍然期盼着你的家，那里的人才是你的同类，难道你要作为一个异类留在这里吗？走吧。你不是问我要去故乡还是他乡吗？我想告诉你，有你在的地方，哪里都是我的故乡。自从我遇见你，只想让过去都回忆，每天都是战兢兢，只会关于我和你，再骗自己，请给我相信的勇气，我要的爱没有晦气，只有你。无法再骗自己，请给我相信的勇气，我要的爱没有晦气，只有你。派出吉利斯卡求索拉卡拉卡七号入住地球，任开普敦星驻地球和平大使，希望能勤勉工作，不负组织信任。现在你总该信了吧？为了让你能看懂，我还专门翻译了一下呢。希望你能本着宇宙友好的原则，千万不要泄露。喂。小姐。欢迎回家，家。有你在的地方，就是我的家。对视的眼光，爱总是猝不及防。一个碰撞，擦出火光，忘了如何思考。